記得大半年前，我話過俾大家聽，我要再發展我嘅事業，作為一個新嘅里程碑。當時我答應過大家，我嘅客户、我嘅朋友、我嘅同事，我要做到最好，做到最 top。 在這一刻我可以告訴大家聽，我做得到。我不單止拿到 MDRT 這個榮譽，還更加拿了 Top of Table， 這個是六倍的 MDRT 成績，是全世界頂尖的會員資格。有這個成績全賴你們各位客戶、各位同事、各位 partner 的背後的 support。 當時我告訴大家聽，我一定要找一間最好的公司做我的靠山，這間就是 AIA。 就是因為有 AIA 和你們和我，可以大家共同去努力，去做到令到每一個客戶都可以放心，將他的希望、將他的理想交託給我。我在這裡答應大家，我一定會繼續努力，繼續做到再來的 MDRT、 再來的 TOT， 一定會繼續發光發熱，跟你們一起去繼續向前。多謝大家。MDRT 咧係百萬元出嘅會籍嚟嘅，咁而呢一個係世界性嘅肯定嘅榮譽喎。咁而咧我啦喺嗰度咧就攞咗兩個 COT， 而 COT 嚟講咧就係三個嘅 MDRT 啦。COT 咧就係百萬元桌內嘅會，百萬元桌內各嘅會員。咁喺事業上啦，我終於得到一個肯定同埋認同啦。咁其實呢一個嘅成果咧，係由一班忠心嘅客户咧而俾我嘅呢一個嘅成果。咁來年咧，我就會係繼續努力啦。咁透過 AIA 嘅一站式嘅多元化嘅產品而去朝住呢個方向新嘅目標去發展嘅。大家好，我叫 Jennifer。咁啊，好高興啦，就能夠加入呢間 AIA 呢間公司啦。咁其實咧就成為咗 MDRT 啦，其實令我感受到咧就係咩叫全人發展嘅。咁就全人發展包括我嘅事業啦、家庭啦同埋健康方面嘅。咁睇翻啦之前嘅工作。雖然在工作方面、事方面得到滿足感、成就感，但令到我就忽略了家庭和健康方面的。但是當我接觸了 AIA 這間公司，我的生活就完全改變了，因為其實真真正正就是感受到，就是我除了事業方面可以發展，還可以兼顧家庭，還可以兼顧我的健康。咁另外咧，其實我喺金融界拎住咗好耐啦，十幾年噶啦。咁啊睇翻啦，其實呢度啲產品真係好好，好優質啦。咁變咗咧喺銷售嘅過程裏面我好開心，因為其實真係適合客人嘅產品，你同佢講真係出自真心嘅，咁你會係做得嚟好開心，就唔會因為要銷售產品而銷售啦。咁就變咗咧就真係嚟到呢度啦，真係好高興加入呢間機構咯。好开心，咁加入咗 AIA 咧，差唔多已经四年啦。咁幸运地喺呢几年咧，都攞到 MDRT 呢个国际性嘅认可资格。咁呢一样嘢对我嚟讲咧，系非常之重要嘅，因为客户咧都想拣一个专业嘅理财顾问啦，为佢哋做好财富嘅管理。咁其实咧，全球咧就只有1%嘅从业员咧可以攞到呢个嘅专业资格嘅啫。咁所以呢一个对我自己嚟讲咧，系一个好重要嘅肯定嚟嘅。咁我嘅原動力係啲乜嘢呢？當然係嚟自我嘅客户啦，因為要有客户嘅支持，我先至可以攞到呢一個嘅專業資格嘅。咁嚟緊咧，我好希望可以每一年咧都可以成為 MDRT， 咁每一年咧都進步，為我嘅客人咧提供更好同埋更優質嘅財富管理服務。我喺 AIA 咧已經做咗6年嘅 MDRT， 2012年咧對我嚟講咧好重要，正正咧踏入第7年。但系咧，10年嘅 MDRT 咧先系我嘅目标嚟嘅。
有人说 MDLT 其实很难做，有时我都觉得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我相信只要坚持勤力不放弃，一定可以成功的。最重要，我希望用我的感染力令到 Success Cherry 的同事一起做 MDLT， 这样我会觉得更加成功。你好，我是 Vita， 很高兴可以成为2012年 AIA 的 MDLT。 而 MDLT 是保险业的一个荣誉和一个认同，它亦都给到我一个很大的鼓励。其实要成为一个 MDLT， 你说容易又得，难又得，在我来讲，我觉得是最重要是怎样将这个精神一年一年地延续下去才是最重要的。今年我会继续努力的，会向着这个目标为基础出发的，不单只要成为 AIA 的 MDLT， 更加要成为我家人、朋友、客人心目中的 MDLT。 多谢各位支持。大家好，我是 Jovi， 不经不觉我入了 AIA 已经五年了。在这五年里面，我好彩拿到不少的奖项，我的奖项包括个人的销售、团队的管理，甚至有世界性的 MDLT Team。我记得有一位前辈跟我说，你拿到一年的 MDLT 是你的好彩，两年的 MDLT 是你的幸运，三年或者以上的 MDLT 才是实力的展现。而我觉得持续性在过去那几年我能够拿得到 MDLT， 除了说我自己的实力之余，就是不少得的是我背后一班很爱护我、很支持我的客人。咁我記得亦都係今年係英女王六十週年嘅登基六十週年嘅紀念啦。咁我亦都睇到新聞咧，訪問咗佢，咁佢就話會將佢除咗之前嗰六十年去服務英國嘅市民之餘咧，餘生都會服務英國嘅市民嘅。咁我雖然冇喺 AIA 做咗六十年，但我亦都希望嚟緊嗰六十年去繼續服務需要我專業技能嘅愛我嘅一班客户啦。MDLT 除了是对我自己业绩的肯定之外，也是印证了我个人全方位的成功。在生活上林林种种的细节里面，我都灵活应用到 MDLT 的精神。它不单止提升我的工作和事业，还感染到我个人心灵上面的发展和我家庭朋友。我之所以与别不同不断进步，是因为我对追求 MDLT 的坚持和执着。在此我衷心感谢一路上陪伴我和支持我的家人、朋友、客户和工作上面的伙伴。作为区域里面年资最长的经理之一，我的使命是带领我所有的同事去追寻 MDLT， 成为最杰出的营业顾问，去服务我们最尊贵的客户。踏入2012年我 Success Cherry District 的一个远景，就希望我全区域的同事可以一起做到 100% MDLT。 其实问回大家， MDLT 是代表什么呢？数字来讲，就全球是大概有36000的会员，来自780个的不同的国家。我身为其中一份子，我觉得真的很骄傲和很荣幸。最重要就是我觉得在自己的行业里面是做到最精英最好同埋最有承諾嘅，咁呢一樣嘢，我覺得係代表緊我對我嘅家人啦、我嘅客户啦、我嘅朋友、我嘅同事同我嘅團隊嘅一個好光榮同埋好開心嘅事情。咁喺過去八年入邊嘅日子咧，我確實真係為自己可以做到八年嘅 MDLT 而驕傲。咁最緊要就係今年啦，讓我全部同事同埋我今日十位可以喺 MDLT 嘅會員席入面同事，佢影響埋我其他嘅區域所有同事向 100% MDLT 進發。你哋一定做得到嘅。